来这一款 Jazz Fiber 卡拉 OK 机哦，非常容易简单安装。要如何安装呢？现在我教大家、哦、收到货，打开盒子，把这一个东西所有拿出来先 ，OK， 放一边。然后你会看到一个喇叭，跟它取出来。取出来哦，这个就是你的喇叭卡拉 OK 线。然后首先我们必须要拿出我们的插头。这个插头啊、哦。OK， 插进去这个四方形这边，然后哦，这个插头啊、哦，插在这个这里有一个 DC in， 看到吗？跟它插进去。OK， 插进去了，然后我们再来拿出我们的 HDMI cable， 这个 HDMI cable 啊、哦，这个塑胶拿出来插这里。有写住 HDMI out 的，跟它插进去。然后这一个插头哦，我们插来这个插头 ，OK， 开电。然后刚才这个 HDMI 哦，它的尾巴在这里 ，OK， 我们必须要去电视机的 HDMI 跟它插进去，这样子就完成了安装啊。刚才那些歪压全部插好了，对不对？这里哦，我们必须按开，我来推下来有一个 on 的，然后呢，这里第一个按钮按住三秒，按到它这里显示灯，啊有一个灯的，然后开机了呢，你的电视机就会出现这样的画面，出现这样的画面，我们拿出遥控，啊、哦、如果你不会看的，你就去调华语，我来调华语，然后呢，来这个。setting 这里哦，连接你的 WiFi， 这里按一下，去找出你家里的 WiFi。比如说你的 WiFi 是个点击，按你的密码按钮呢，然后按这个蓝色键，已成功连接，你就可以唱歌了，就是非常简单的安装。